开经本第九面，那个下面阿拉伯字啊，第九面，第七行，这是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，最后一句看起，今且知物，直论其迷，其天人修罗，寻善品而轻生，地狱鬼畜，由恶业而沉坠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启，这一段是第四段，说明六道轮回之由来。六道怎么来的？所以一开端他说，今且知物，物是觉悟，觉悟的是佛菩萨，是声闻缘觉，这个我们就不谈了，专门来谈六道。所以说直论其迷，特别显示地藏菩萨无尽的慈悲，要度这些迷惑苦难的众生。六道里面，天人修罗，这是叫三善道。三善道是寻善品而轻生的。我们讲六道三善道是向上升的，三恶道是往下坠落。所以六道的业因是善恶因果的报应。地狱魔鬼畜生，这是三恶道。三恶道由恶业而沉坠也，沉沦下坠。说其过坠之归除，有轻重之分。这个往下坠落，畜生比较轻，恶鬼就严重一点，地狱就更重。而沉乎地狱，无论无大小之别，总有无明之颠倒，至有欲乎之正边。地狱情形也相当复杂，佛在《大小乘经》里面都说得很多，本经也说得不少。这个经上给我们讲有无间地狱，有正边地狱，所以种类很多，苦报也不相同，时间长短也有很大的差别。